nog niet nodig gedaan. Oké? Klaar. We gaan naar Oami. One point down. One point down. One point down. Nee, point down.好，女子五十六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奇迹女孩李明蕊，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人和的荣城女将邱兰。邱兰赛前称重超重，被扣掉一分。这是李明蕊拿到 WLF 五十六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哈、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颇有这个意义的哈、这是自己这个荣膺金腰带之后啊首秀啊，看看能打得怎么样。你先起重先坐，你先起重先坐。哎呦，李明蕊的确是武林风擂台上的一个奇迹啊、他目前在漂亮，这连续这一波连续的拼拳啊。李明蕊在武林风的战绩是25胜6负2次 KO， 而且他拿到过这个林峰擂台上的一个13连胜，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战绩、对，邱兰，这是他在武林峰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呢他是输了啊，输给了张萌。对于邱兰来说呢，他面前的李明蕊从战绩上、从这个目前所拥有的荣誉上是有明显的这个差距的，所以对这场比赛来讲啊，看看他如何对待。对，但是这个深圳胜利人和啊，也的确是培养了一批新人，像70公斤级的罗超，另外他们也有一位女将李丽珊，还有杨华，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很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对。但是呢都是需要一场一场打，这是邱兰的第二场比赛，所以任何的这个成功背后啊都是需要这个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出来。对，在起步阶段胜利与失败都先放一边啊，先看看是不是能在比赛当中真正的能够收获经验。而且和李明蕊这样的这个运动员较量的话呢，其实呢也是很难得的机会。你看刚开始一开场的时候，李明蕊有一组非常这个强力的这个进攻啊，在场上的压制的状态打得还是非常的突出的。侧踹一下正蹬，不让对方进，好，往前压，继续正蹬，好，分开。直线走，不要带人不动，往前走。好，还有十秒。邱兰其实对于这个教练的指令贯彻还是非常的精准啊，因为刚好那个教练的位置离我们不远，比较近，对，能够清晰的听到，基本都能看到邱兰是能第一时间反馈教练最终给到他的这个信息的啊。看来一段时间不打比赛的李明蕊啊，是需要有一点点时间去适应的。确实是。他去找找状态需要。第二回合的比赛，往前走。但其实呢，邱兰呢，现在呢也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她的这个移动，脚下站的还是有点死。这个其实对于李明蕊来说，那是她肯定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的移动的速度和移动的范围小的话呢，相当于给了我一个定点，是啊，我就指向输出就行了。包括其实现在看我们的听啊，邱兰的这个边角上的教练也一直在跟他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你脚还要动起来。先动，哎呦！不要等。李明蕊比赛的风格就是像男孩子一样，他其实还是在女孩子当中少有的那种比较凶猛的。这刚刚啊，这个正好是有几个角度是正对着我们这个解说席。我那个时刻呀，我这个脑子里头稍微偏神了两秒，我想。如果此刻是我站在擂台上面对他，我可能也怂了。确实感觉那个来势汹汹啊。确实是，那个近距离的那种这个压迫感，挺强的。对，很强。对，后手打上挂前摆，哎呦，漂亮！连续的佛，等对方把防守拳放下来之后，然后再接一个停勾。一二。然后想要做一个超人拳没打出来。但是秋兰确实很吃李明蕊的这个套路啊，你看他是李明蕊连续打斧就想让他把手放下来。连续的打斧之后确实是很明显。秋兰的防守报价明显松了。是。再跳膝。这个时候，哇，对，抱死拳了，对，防死，这个要小心。先不用，这个时候其实都不用先急着找这个进攻，先防守，先防住再说。这感就直接要打散了。对，而且这个脚下要动，不能站那等着对方。而且我觉得秋兰可能是在考虑出拳的时候，还是忌惮对方的这个攻势比较强。他还是有时候总想等一等。对。这个其实在场上就是这样，他不会有一个十足把握的机会给到你，你需要在不断的和对抗当中呢去找这样的一个时机。好，还有十秒。我觉得秋兰有点招架不住啊。李明蕊确实是一个攻势非常凌厉的选手。直通亚运，劲舞白沙，武林风携手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为您呈现杭州亚运散打梦之队诞生之旅。中国国家散打队精英进出，为争夺出征亚运的资格奋勇拼杀，最高水平的散打竞技，最高规格的裁判配备。下周六，武林风精彩呈现，这就是散打。好，这是一场5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奇迹女孩李明蕊，蓝方选手是荣城女将秋兰。秋兰也是自幼习武哈，她是四川人。5岁的时候受父亲的影响就开始接触到这个传统武术。后来被送到体校，学习过跆拳道，后来又转到散打，后来到自由搏击。你先坐。因为很多的选手都是受到家庭的熏陶，而且呢很多的选手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梦想。其实对于众多的体育运动来说，搏击我觉得是非常直观并且呢非常考验一个选手他的这个意志品质的一项运动。
因为他所有的对抗都是短兵相接，对，这个其实是很难的。现在这个李明蕊完全是打开了现在这个局面啊。嗯。秋兰现在想进不来，但是呢，这个他在防守的时候呢，也有点这个疲于应付李明蕊的进攻，想防防不住。嗯。上下基本上同时再往里进，这一下就让你很难办了。做踢裆，做踢裆，做踢裆，做格挡，格挡，格挡，格挡。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多用用这个腿，先把距离先拉开。踢裆一定要做，手抬高，手抬高。确实是缺少了。很多这种实战的经验哈，对，就是手的抱架有点松，而且呢，可以多用这个把这个腿提起来这种方式，隔挡对方的这个进攻的扫踢。这样的话，你把腿踢起来之后，比如说他想进来，他会多少有点忌惮。进来直接打后手，直接打后手挂前面，直接打后手挂前面，直接打后手。没有说在场上啊，一方面是在场上两个运动员之间对抗的这种微妙的情绪，更重要的，尤其到了第三回合这个时候，体能下降的其实已经很快。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和这个实际在场上运动员他的这个感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我举个例子，就有朋友爱健身，你这举铁的时候，你在看着第一番咔嚓咔嚓咔嚓十组，第二番咔嚓咔嚓十组，你到第三番的时候，你可能举到第四个的时候，就是生生使不上劲儿，就是生生使不上劲儿。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比赛结果红。